今天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羞耻感了、啊。可你今天是走后门的，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羞耻感是什么意思、啊？羞耻感？对不起，您刚刚说走后门是指什么？今天来这里不是走后门进来的？没有走后门。哦，没走后门。好，您不要这样子随便的把没有根据的话拿出来质询。不是，因为有人告诉我你走后门，说你不敢走前门，人家要堵你。请您去求证。知道。好，好。我不是，我们没有骂过陆客。我觉得你这种讲法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，而且是非常不好的讲法，非常不负责任。你查一查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自己讲的。我什么时候讲？我什么时候批评过陆客？你们自己讲的，何成部长这样讲，就是有人外面讲一条龙什么，他说一条龙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必动怒，不用急。一条龙的政策确实是值得检讨的，这个跟对陆客批评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院长，我的时间有限，你不要用你这些啊，伶牙俐嘴来扯我的时间了。来，我们下一张来，你看了。这个吴景麟的讲这种话上去的了，他心里话这样子啊，天哪，我被架空了，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。你也在私底下说不定有。蔡总统说啊，易阳兄啊，不要让我失望，他把重责责任就交给你了。然后你就说啊，贯彻小英一旨，主导凯瑟的年轻改革版，这个东西啊，心里话都这样。这都是赖委员画的漫画了。我们讲这种，漫画去想象，我们把没有这样的事情，通通都没有，这纯属虚构。我觉得蛮贴切的嘞。这是公开的，我做的不好，下次不要选我，就这么简单。